这项驻售美展今天开始在台湾警备总部中正堂揭幕。揭幕典礼由总司令尹进上将主持，将一连展出3天，到本月29号结束。这项美展一共展出各类作品350件，分国画、书法、油画、宣传画、摄影、金石和雕刻刺绣等8类。它们共同的主题是河山并寿和总统训词。